今天很高兴来到9:45，然后有这个荣幸能够听到屏幕的孙执行长，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工作上，然后还有整个公司他一个心路历程，还有他人生的一个经验。那也很高兴能够认识很多的焦点人，然后大家也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上努力，然后也分享了很多各自的一些经验，还有一些想法的分享。那希望说之后还有更多焦点的活动能够再参加，这样子，谢谢。那继续，刚30秒，30秒而已。然后也因为就是焦点的这个活动，然后能够让自己在各自能够自己在生活中，然后有更多的成长，然后也能够像孙执行长讲的，就是说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，然后将自己的人格，然后还有能力